另外，嘉义市日前伫世贤路甲海口寮路路口发生一台机车甲一台自小客车相撞的严重事故。嘉义市消防局德安分队接到通报了后，马上赶往现场，并且发现现场总共两名伤者倒伫个机车的边啊，并且身躯顶有多处的擦伤。救护人员伫进行处置了后，分别将两人送往便宜治疗。救援人员到场之后，现场机车车头全毁，零件散落一地。伫现场共有两名伤者，分别是机车驾驶的乘客。救援人员随即进行评估，其中一名李姓男性伤者倒伫机车边啊，机体坐处擦伤。另外头部一个未少处的撕裂伤，以及弄断未少裂喙齿。伫另外一名老姓伤者是机体坐处擦伤，意识清楚。伫救援人员对两人进行救护处置之后，分别送往病院治疗。该一种消防局提醒民众，骑奥多迈或者是驾驶车辆，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做好防卫性驾驶，加让他人先行，才会使减少事故的发生，以保障家己以及他人行车安全。新闻调频改期彩虹报道。Got my